假，早点上班。是处理掉啊。
手工。但要收的时候，公母鸟带一只鸽子回来，然后等了一下拔完毛，直接带进巢穴里面，没有做其他的动作。今天不错，今天五点之前拍到了空中交接。这个时候因为他们都已经吃饱在休息了，我本来要收了，脚架都要拿好要走了，就稍微拍到一小段，他带回来的时候还是活的鸽子。还没有处理完，然后最后也是直接拔完毛直接带进巢穴。但今天抓了三只，第一只应该是掉了。快回家，今天多待了20分钟，等下速度要快，这礼拜跟下礼拜是重点。